while you and me repeat this bittersweet heat is suffocating. I'm waiting and always hesitating. 霸总和小娇妻的小说你看过吗？沉沦是所谓你的美，是人是妖还是魔鬼，为红颜犯下罪，献媚玫瑰。当我和男朋友的妈妈一起逛街，店不错哎，喜欢吗？感觉科技奖，服务员，我这衣服都打包了。喜欢吗？我喜欢这个。服务员，除了这一款，其他的款式全都包起来。喜欢吗？我喜欢。没事，多多益善。当你用抖音套路跟男朋友告白时，我也去给林夕一个惊喜。服从。Bad boy don't good thing, got it. 来了啊！是不是？放心，我怎么会让你输呢？当我在男朋友家吃饭，雷大姨妈时，点点，别客气，多吃点啊！好，谢谢阿姨。来，嫂子，喝你冰可乐，超爽。谢谢。哥，我给嫂子倒可乐，你抢过去干嘛？妈，我下去买点水果。好一点，你跟我来一下。没事。没事，所有情况我都帮你买好了。其实阿姨已经帮我解决了。你们干嘛呢？吃西瓜？谢谢啊，我今晚睡你的房间。还要想吗？那你敢睡谁？姐姐，楼上的房间收拾好了，快来睡觉吧。好的，阿姨，我马上就来。好的，等你啊。你来睡了吧。好一点，怎么还没睡？我房间太黑了，不敢一个人睡。你房间怎么样呀？姐姐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呀、我找洗手间。这样好了，不来了。当你在男朋友家想和他住一间房时，你妈睡了吧？好一点，怎么还没睡？我房间太黑了，我不敢一个人睡。你房间怎么样呀？姐姐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呀、我找洗手间。这样好了，跟我来吧，我陪你去。你见过闪烁的腹肌吗？好一点，你腰不好。逗你！谢谢，今天早餐特别好吃。那你多吃点。你也不吃？我不爱吃，你多吃点，不够才点。喂，妈。林夕，周末记得带点点来家里吃饭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，还有你最爱吃的虾。好的，我知道。可收到就下你也想你坏的笑。林夕，阿姨家我都不敢乱买很多零食。别担心，想买什么买什么。别闹，我被阿姨看到了。姐姐，来吹吹的宝宝。看看这么多零食，喜欢吃什么？阿姨不用了，一个都不吃。先来点嘛。妈，我也想吃这个。这么大人了。阿姨怎么买的都是我爱吃的呀？因为他早就关注你的比心动态，偷偷记下了你的最爱清单。真的吗？哎呀，太好了。